拍下大半夜全身填埋着景象。反射自江会脸书，记者林南谷，台北报道。本月一日，二子江会因报胃痛一个月，甚至跑到医院照了胃镜，当时没打麻药睡觉，心里还是哎呦喂，所幸医生技术高超，完全没恶心或痛的感觉，三分钟搞定。没想到今天清晨二子又哀嚎了，月初的胃痛，二子很不好意思说让大家担心了，因为糟过多，胃食道逆流，吃药就好多，没事。今天一早五点，他再次哀嚎，大半夜的居然来个前埋诊，整个人超难受。本月一日，江慧才因报胃痛一个月，发射自江慧脸书。二子说原本 B 型流感胃痛就都好了，但人生难得机会间，嗨，这大半夜的来个前埋诊是怎样，是真的怕我太监吗？他要歌迷千莫别担心，小事一桩，我认为是在排毒，还真毒，只是可以严重到这种程度，他只好拍下来当纪念。最后还苦叹经问，谁有过前埋诊啊，是不是很难受啦？铁粉闻讯纷纷送上祝福，让二子多保重身体，早日康复。